零击败。你可真认真啊。对，有些事儿就得认真。哦，当你那天像小鸭子一样从楼上飞下来的时候把我们撞到一边，你可没那么认真向我们道歉哦。那是时间不允许，真的。不过当时如果我真的认真道歉的话，恐怕今天你就不会光临寒舍了，那多可惜啊。嗯哦，时间不早了，今天是周末，我们家等我回家吃饭呢。那我送你啊。别了，那你呢？我一个人独来独往习惯了。那你家在哪儿啊？唐山大地震，我家海口的，最起码也都有女朋友了。再见。再见啊。再见。不好，不过总比你吃面包强啊。哇，太丰富了。来，拿着。放这坐着一块吃吧。哼，太棒了。说句什么呢？今年春节你在哪儿过的？维也纳。我在开罗。咱们都没在家过年。哎，那正好让我们在这儿补过新年吧。哎，叶雷，你和赵翔现在怎么样了？还行，还行，不止吧。有人问我，三楼那颗定时炸弹怎么哑了？人家呀，都以为他搬走了呢。其实啊，是有一位小姐定时去呼唤。哎，苦了我一个，幸福全楼。你媳妇儿。啥媳妇儿？就是煎辣子婶给你介绍的媳妇儿。媳妇儿？大婶儿，俺是来打工的呀。爹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这边辣子怎么回事啊？他是说给他儿子介绍媳妇儿啊。那这个